幽灵组织之所以吸引8000交易，是因为他们冰毒提纯的技术相当高。我们的卧底潜伏了一年，这是我们最接近幽灵核心层的一次行动。 幽灵才能相信，宁可杀掉一千，也不可放过一个。我现在不能抓捕幽灵，一定要引出8000。幽灵内部有意见分歧，你要再敢动我的人，我要你的命！这或许就是攻破他们的缺口。交易一收线，我们立刻水陆离开。姐妹两个在搞冥婚阵，站住！停车！